那我们刚刚这一台 HTC 呢？那我们刚刚这一台 HTC Desire，它因为也是，那我们刚刚这一台 HTC，刚刚这一台 HTC 它使用起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啊，就是比较慢而已。那它的软体，因为它跑的是 Android 的5.1，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软体可以用了。现在最低资源可能是 Android 8或是 Android 9，5.1根本没有任何软体可以用。我看连 Android 那个 YouTube 是不是都不能用了？What the fuck？所以它真的爆炸慢，你看连开一个，整个卡住。